潮剧是用潮汕方言演唱的一个古老地方戏曲剧种，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并且随着潮汕人的足迹漂洋过海，享誉海外。可以说，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剧。而海内外凡有潮音之地，无人不闻姚玄秋。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潮剧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剧代表性传承人，当代岭南文化名家。这次啊，是九儿来了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也是我们一个新的尝试。但是对于我们九儿来来说，我觉得特别荣幸的是在今天能够见到大家非常敬仰的著名的潮剧表演艺术家姚玄秋先生。早有耳闻，之前呢看过他的很多作品，包括很多电影的片段，他的年轻时的那种神态，他的艺术魅力太有感染力了。虽然我们说语言可能会有一些潮汕方言对于北方人来说不太懂，但是通过字幕，通过他的表演，通过他城市化的一举手一抬足，让你觉得就是美。其实去年的时候就想邀请姚玄秋先生呢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但是一个是地域，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的年龄身体原因，但今天正好他来到中国戏剧学院来授课，来给学生进行潮剧艺术的传承。这个是这个是开始开手是这三个手拢爱买个手拢爱买个，就是按这三个感感觉哈。都是一团的广东潮剧院一团的青年演员，然后有这次机会，大家都非常珍惜，就考到中国戏曲学院来学习。对，少双的一个老师你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董毅。中央电视台台主体呢？我昨天去看演出，在梅兰芳大剧院，看到您神采奕奕，特别棒，给您鼓掌来着。昨天晚上演完出回去休息，可能都十一点多了吧，都很晚了。嗯。然后今天早上8:30就来给学生们上课了。嗯。辛不辛苦啊？累不累？不累了，不累。不累啊？那姚老师，我可不可以一对一的采访您一些？咱们坐下来采访。九一来来了。姚老师您好。你好。欢迎您做客，卷儿来了。一直想邀请您，今天特别的荣幸。我了解了一下，您应该是从18岁的时候正式成为了一名潮剧演员，是吗？是啊，18岁的时候。53年初。我算了一下，如果是18岁正式成为潮剧专业演员，到今年您的艺龄将近70年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择一事终一生啊。那您怎么和潮剧？个唱过
陶醉嘛哈，你再说就进去看了，就在那个蟹活动，连我也拉下去的。其实我会唱陶醉，之前就像在这个洋葱，音乐起来就唱那个老师，就看得好奇怪啊哈哈，不要唱这个了，就拿来一个短规轿子的节目，一边唱一边学的，时间长了，长了大概要过月左右啊，什么就会唱了，会唱了之后就在那里排练，锣鼓一响了，有的人就进去看戏了。总有一天就是一个赠送潮剧团，就到澄海去演出。他就路过那里，就听这个我的声音，说：“哎，到我家里去。”他说：“请来看戏，爷爷不要来参加。”哇！我一听那个，怕。为什么呢？怕什么？因为我这喜欢这一行啊，就去看看他们去。看他们像那个老师太严肃。很严肃，而且拿个棒，一个手拿个棒，一个手拿个藤条，唱得好就过去，唱不好就，就打了。就我就看见那个老板说，不怕啦，去看一看啦，就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就叫那个赵四先生拿那个二响啊，搞那个调，给我唱，唱了他们就说。可以来收我。那个时候呢，就是吴三娘了，就去参加剧团嘛。就跟那个郑颂去潮剧团。两位哥哥也都是潮剧演员。都是潮剧。所以您从小是受哥哥影响。先是是是是。在学潮剧，后来加入到了潮剧团。启蒙老师，您刚才介绍是林如烈老师。林如烈老师。那后来我们是79年去，他就来看我们，看李启东，看做一场戏里头做梅亭雪，梅亭雪是他们的，他的唱功戏，所以就是啊，你们是把梅亭雪改得这么好啊，改得这么好。Thank you.
说练功特别苦，过去都是挨打。现在呢，您现在教学？哦，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呢，因为膝盖，那个时候不止有六个半，有十来个半啊，一年也养出400多场。解放以后，那个就是这个党组织啊什么的，都是潮汕人讲。这个歌剧唱这个《七月河》都是唱潮州话的。啊，这个戏唱完以后呢，他这个就政府就把这个改善，说不搞唱戏了，去搞那个潮剧。但是大量的艺术骨干都是摆在汕头地区。汕头地区的搞一个戏改会，戏剧改革委员会，哎，所以就来就派人去跟剧团，跟剧团去搞那个戏改工作，陪拿出来的以前唱的戏本，好不好？啊，就出来以后改革，啊，这样好的就保留，不好就吹掉，好的还再改，改了以后准备再戏。我们现在也要把这个事也传出来了，还有像陈三五娘啊、苏六娘啊，都是戏啦。
我知道您是梅兰芳先生的弟子，那您怎么和梅先生结缘的呢？我娘子是郑宋朝节突然来广州演出，然后那个时候就梅兰芳先生去日本演出那个白蛇段，回来广州的时候呢，省政府就请他们来看我们的演出，看完以后上台啊，指我说是演这个戏的人演了多少年。所以我在旁边那个导演呢，就那个郑一彪先生导演，就说武三娘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导演给他讲了，就是什么时候排练，什么时候这样这个戏，什么讲这个过程，听出来他很精致嘛，你们怎么培养方法是吗？其实曹植培养演员就是有一个特点，以戏代工。以戏代工，好像演第一个戏少串位，串完好几个戏以后拍其他的戏就容易一些，是这样的，所以每一次都是以这个戏来代工。那您为什么要拜梅兰芳先生为师呢？就可能五六年五七年去北京演出，曹植团呢又去拜访梅兰芳先生，那个时候他也看过我们其他小节目，弄菜变本，他就对我对那个演那个变色的老人老艺人老前辈的，他是演那个薛太君，薛太君，哇，他说这个薛太君啊，就是你们曹植有这么好的特点，那么好唱的那么好，还有我们那个就跟你们演出都不同的，没有你这个样的细致的功夫，就对我们的洪妙老师很尊重的，提到我演曹操会很好，那个启动呢，不过有一个动作要改，我哪个动作？我那个要打那个扫把，机器起来要打那个蚊子打不下来，他说跟他们提了这个意见。曹操会用潮州是话，他说是很难唱的，表扬跟唱腔跟这个一起搞完了以后，就把这个戏完整。
周年以后啊，买金大活动，我们有去，就那个时候就带那个紫兰州，还有一个革命母亲李玲，那些人台写去的。梅老师呢，他这么收我做徒弟，我就后来才知道的啊，才知道的。这次来北京，您是第几次来啊？还记得五七年。第一次来北京是57年。我那个时候就22岁了。22岁，当时什么情景你还记得吗？5月份。记这么清楚？就回头讲了，57年去白净演出。那个时候呢，其他团有海南团，还有外江团，后来他就叫做汉剧。汉剧。所以我们三个剧团拍着一个节目。去了以后，听安排，没问，后来才知道是那个新去怀仁堂演出，之前从来没有去啊，从来没有听见叫做怀仁堂，很妙，就是去了以后，那个门是这样围到，门不开的，哥哥在里头，门是这样了，散步了，这样。这个过程就很美妙，就我跟那个小花旦王丽英在那个河边走了，就一看那个有些游船，里头是那个刘少奇主席，在那个游船。刘少奇主席。我们就商量，哎呀，今天晚上是来这里这个演出，又是来到这个地方，王丽英比我小2岁。2、3岁，你说，哎，我来行，我来你讲你行，我不讲。你说紧对着行咯，他会，因为他那个有读小学，他有一点是普通话会通，我都一句都不会讲啊。他说你讲了，哎，你出现，行，
他说在油塘了，应了声啊，今天晚上啊，那个这个小舞台演出去看下啊，这个一边演出一边，好了，当然是这样的了，就开门了。我们的戏拍第二个节目，第一个是汉剧，第三个是那个海南岛的戏。哇，那个时候搞化妆啊，搞什么啊，就不知道想要什么人来看，还没有讲清楚。啊，后来等了啊，等到第一台戏开始啊，开幕式前，中央首长他们那个位置就坐满了，后来那个毛主席带头就慢慢走过来，哇，这心里知道了，搞紧张的要死。知道今天晚上要给谁演出了？有好奇，有想去看。那个第一台戏时候，我们穿衣服，我们要化妆搞好了，穿衣服就在那里偷看，看见毛主席，很多人带头进来坐。他一个小时前面呢，这个戏他们唱完了，拍带完了，不知道怎么控制这个心情，后来拼命压下去。一起出去了，就下面啊，那个舞台啊，下面搞得比较黑暗，比较黑暗，看不住啊，看不到，就按照我们就演出。啊，那个演出回来，松了一口气。他上台戏看完以后，毛主席带头就上台了，啊，就很高兴。接见演员。那个周总理呢，就跟他们介绍。跟主席介绍这一组这个演什么戏，给我们什么戏，他叫什么名，叫周总理。已经就早在广州看见我们一两次演出了，这样记得很清楚。记得很清楚，他就跟他介绍完了以后，人家拍了很多照片，就完了回去，大家就回到那个宿舍去了。那一天晚上哦，热闹哦，高兴，这些大家，他们也煮了那个野菜，说哇，高兴你们，那么幸运来搞，能够到这个地方演出，毛主席他们来看，他们也觉得高兴了，所以我们终身难忘。后来就。我又唱党了，唱党了就跟党走了。五六年四月唱党了，这个就听党话了，说的都什么事，你是演员职务，你就做好戏为人民服务。我看您戴的这个手表上面有一个七十，这个手表是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吗？这个手表啊。是将过七十周年的，所以他们送给我这个表，就好啊，七十年，这个是作为纪念我们祖国解放七十年的成果，所以也是您心系祖国，希望祖国永远和我在一起。Thank you.
才您介绍说当年跟梅兰芳先生学了很多啊，后来呢也是吸收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艺术门类吧。我听说您还自创了有一个叫江雅纸，是吗？这个是真正教的时候是他的第一手徒弟，在上海，我们去上海演出啊，后来要找到这位先生，就跟他们写那个《天女散花》啊，还有一个《霸王别姬》，差不多半个月左右，他就写他这两套东西，回来就看他，那他的儿子啊，梅葆玖啊，拍那个片段，故意夸饰的。那在北京演出已经看梅老师整自己亲自演出这个大戏，那就后来就是写了梅派的东西了。我们去见过川剧，也不放过，也吸收了很多川剧的艺术，把他的一些表演的形式放到了长剧，又把这个搞成超级合理的。56年我7年拍过戏的，拍过那个苏柳娘。陈三五娘拍成电影，香港进来拍的，拍以后在内外的发行，这样嘛。Thank you.
传统文化的魅力哈，应该就是从学生时代抓起。那习总书记呢，在给中国戏曲学院回信时，也专门讲到了这个戏曲的传承在人才。那您怎么看待传承，包括咱们潮剧的接班人，咱们的人才培养？这个是自然的，要传承的。有些好戏啊，有些基本上那些爽的比较好的，现在要改革倒车，改革提升，改革排练。好像陈三五娘、苏柳娘，这些都是倒车排练。有好的剧本。那个慈兰州也是，像代戏江姐也是。革命母亲李玲，这些这都是相对性，都是要我们不是那么轻易拿出来的。剧本反复的打磨，根据当地的现实题材的这种创作的源泉来创作现在题材的作品，还有这个人员的培养呢？您今天从广东地区来到咱们中国戏剧学院，来到北京，为的是给这些年轻的演员们培训，您对他们有什么寄语想对他们说？当然希望他们写好，为他写这东西，因为我这个过程来讲，不但是到当地这个剧种这个发展，这个为什么前几年我们搞这个传承工作呢？
我们在里头已经就是个别，以前来讲呢，我们不做这个事情，因为老师还在，老师在做。后来一段时间，党要宣布这个团要去东南亚演出，我们就赶快那个恢复排练这几台好戏。戏剧学校新招来的演员还没有排练过，就先来戏安唱。这个过程在我身边工作，我们在团里头排练，在戏唱腔，去学这个帮唱。我看他们这几个的长势也不错，可以试一下，就叫他们来唱几句。唱来的可以，就试一下吧，搞几个动作交给他。就给他，他也学了不错，所以把这个人几个人拉到身边。每天我的回复工作啊，做完了以后啊，就由他们来到我身边。那个时候四个人，一个李婆，也是新演员的，还没有学的，一个吴玲儿，一个蔡明辉。这个四个人就爽三个了，后来这几个人就培养他，培养啊，就想听他们唱腔怎么样，就他们唱，他们也学得来，给他们排练也排得来，结果就这样排起来了。那个时候就在我那个三桃寺你住的地方，小小一个小厅子，大概20来多平方，小小的20来个平方。上课。26天，一个春生，一个五娘，一个叶春，一个这整台戏才4个人物，那3个大人物就给我抓起来了。后来这个戏呢，就我排了26天，1天3场。就这样排起来没有音乐怎么办，就等到那个差不多了可以这样唱，拿来舞台上行行给大家看。起来就唱这样，没人知道，也没有人分配到你去做这个事情，那我是自己就搞这个就搞这个，请那些做领导、做左二啊，做其他的，就来跟他喝音乐，喝起来，整个超级就哇，这么没有听他们说要排这个戏，怎么排，怎么他们排出来，是这样排嘛，排了以后就下乡去演出，也是20几场。就回来个省领导一看了这节目都很好，跟我们讲啊，可以出去参加活动。好，因为后来我就是排那个熟悉啊，所以出去的话那就出名，已经出名了，所以您是最欣慰的。因为我觉得当时没有这个年轻人啊，是他那个时候刚刚19岁，那我写曹创辉的18岁来了，18岁写的。我说，哎呀，这个是也是好事嘞。那您对将来潮剧的发展有什么看法吗？我已经是2000年退休，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就正式做这个传承工作。因为我丈夫是广州人啊，那个时候的姐侄子也在广州生啊，什么的，我就看着宣布退休，我就把以后款我什么都移到广州去。后来就说不行，要就做这个传承工作，也就回到汕头去了。曾玉芳他们呢这一批呢，就这个时候啊。秋怡呢是我的老师，但是呢在我印象中就是
也师也母。他在教我戏的时候，也会经常跟我说，就是说，反正潮剧的明天，潮剧的未来，属于你们。秋姨的精神呢，给了我们很大的那个鼓舞。秋姨她对艺术非常执着，她一生的追求就是保持好完美，所以嘛，她要求我们要走好台步。特别从我们的身着，我们的鞋也特别的要求，我们会遵循姚玄秋老师他这种精湛的艺术，精益求精，认真执着的这种精神，让我们的潮剧艺术继续发扬。他对每个动作啊，眼神一招一式，包括他的唱腔，他都会跟我们讲得特别的透彻，分解得非常的清楚。去年的时候啊，他还亲自跑到北京啊，中国戏曲学院去传承啊，去给传承潮剧，给学生讲课。他说他一生就只做一件事，就是做潮剧啊，为潮剧，无论什么时候潮剧需要他，他都会站出来。所以就是这种精神，鼓舞着我们这些年轻的老师演员啊，更加努力的啊，在潮剧这条道路上继续的坚守下去。虽然秋姨离开了我们，但她的这种精神呢，永远的在我们心中。就是她的笑，我特别喜欢看老先生笑，她的那个笑太有感染力，太有魅力了。我离她的距离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因为一个是方言，我知道她在尽可能的让我听得懂，所以她在说这个潮汕话，结合着普通话的这样子的一种语言，我丝毫不敢大意或者走神，因为我也在捕捉她的信息点和在听清楚她讲的每一个字。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她就是宝藏级的艺术家，能够这么近距离面对面的去跟他沟通，我觉得对于后辈来说真的是三生有幸。那听他的教诲，我也想听他的故事。因为国家现在大力的去弘扬这种传统文化，那么关爱我们的老艺术家，那么爱惜近600年的潮剧艺术，古老的戏曲剧种，希望让我们这些文物，这些古老的瑰宝能够活起来，一个是活跃的活，一个是活起来，能够让更多年轻人关注和喜爱。我觉得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都值了。祝福我们的潮剧艺术，也祝福我们这些年轻演员，把我们的古老艺术传承下去，薪火相传。姚玄秋先生是潮剧界的一面旗帜，是中国戏曲传承发展的标杆人物。他的艺术成就代表着潮剧剧种前进的方向，他以毕生心血引领着潮剧发展，也为岭南文化增添了时代亮色。临走前几天，他依然在为潮剧发展奔波。致敬这位一生都属于潮剧，为潮剧传承做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